今天吃粉丝哦，快来和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不要自己动手哦。把炸开花的粉丝捏碎，这个过程超级解压。加入自己喜欢吃的坚果或者果干，水、白糖、麦芽糖的比例打在屏幕上了，熬到冒起大量的小气泡，倒入碾碎的粉丝，找个模具铺上油纸，用擀面杖压平，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了，一个接一个，完全都停不下来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